我们第一次办音乐节，不知道有没有让你们失望。就是如果有失望的地方的话，反正我们以后每一场都会比这一场更好，这是我们可以保证的。真的很感谢你们冒着就是大雨来看一看，谢谢你们。接下来每个成员来说一下，就是非常希望帮我们以后来看我们的演唱会，然后就是很希望，对，虽然今天舞台上面有一些不符的地方，但也希望就是大家能继续支持我们喜欢我们啊，支持我们九个，谢谢。然后谢谢马总今天来到这里，然后希望今天我们的表演啊大家能够喜欢，然后我们也为了成为中国最好的男团会一直努力下去，然后希望以后有人问到中国有哪些男团，请你们回答，对吧？好不好？我今天是非常感谢邓肯的妈妈们冒着这么大的雨，因为今天的雨确实很大，辛苦你们了，注意多着凉。然后虽然今天外面的雨很大，但是没有你们的热情的。很感谢你们今天可以冒着大雨，然后来这边看看我们的演出。就是我以为去到以后就是可以比当地的生活轻松，但是没有想到并没有。但是我觉得我这一切都是值得。看到今天的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天来看我们。我其实刚刚在会台的时候就是挺紧张的，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站到像这样的学院舞台，感觉就像演唱会一样，在一步一步的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希望大家每一次都觉得我们比上一次更有进步。我相信今天的大雨不会冲刷我们今天的回忆，对不对？嗨，大家好，大家好。其实武汉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然后今天以一大回到这里，跟大家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跟大家一起，感觉很开心。然后今天其实现场我的爸爸妈妈也到了，然后对，然后还有我的同学朋友，当然还有为我们的艺人的朋友，谢谢你们辛苦了。刚刚我们九个人一直都在专注于舞台，能让我们也感受一下现场的环境吗？谢谢。今天下的大雨，确实大家来在这里都非常非常非常的辛苦，最真实最真诚的致谢，谢谢大家，谢谢。Hello 男同们，然后谢谢你们今天能够那么大老远的赶过来，然后今天还下了那么大的暴雨，你们辛苦了。然后今天5月25日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天，因为这是我们优待第一次的巡演，然后今天的雨不会白下，以后我们在舞台上会继续为你们继续下去，希望以后的路有你们见证。谢谢。大家今天的乐曲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我们要感谢一下主办单位天津爱的青春文化有限公司，天津爱的青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湖北精彩在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作单位天津爱的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我们独家报名总站大麦网。接下来我们要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好看，最后一首歌曲，我不选，请大家举起远望，然后打开手机感光灯，我们一起唱这首歌。